巨神工具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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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老板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对，我们要采购一些装备。什么装备呢？就是露营需要的，我们都要，对，我们都要。之前有了解过，就是露营过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对。那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帐篷呢？舒适的。舒适的。对。那对应的。很简易收纳的一些装备，你也要对应的配这个睡袋，然后蛋巢，打压式的、非打压式的这种煤油灯、雪拉碗啦、煤油壶，还会有这种储水系统。这个小柜里陈列的是这种 LED 灯，对应的这些锅具啊、炉具啊和灶具的这种放置板。有一点听懵了。